尊敬的各位大德、各位菩萨，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十品，较量布施功德圆品第十。那么这一品跟上面第九品称佛名号品第九啊，都属于名成佛之因这一段啊，也就是说，是本经教导我们如何成佛的啊，成佛是果。因在哪里呢？那么因呢，有正因，有助因。这个正因就是称佛名号，啊，是念佛。所谓念佛是因，成佛是果。那么光是有正因还不够啊！这个成佛固然以念佛为根本啊，但是如果没有啊助缘啊，什么是助缘呢？布施啊，修福啊，这是助缘。如果没有这种助缘呢，这个根本啊，就不深啊，不大。所以呀，要令它开花结果啊，这也很难啊。所以呢，本经在讲完称佛名号品之后，这里呢又给我们呐、说明较量布施功德圆品啊，以显明啊成佛的助缘啊，这个缘就是助缘。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品题啊，较量布施功德啊，这种作为成佛的助缘。那么成佛啊，凡是菩萨要修成佛道，都是要修六度的因啊。所谓呀、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就是六度啊，都能修到圆满，就叫六波罗蜜啊。那么六波罗蜜是以呀、布施为开头的啊，所谓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般若就是智慧。那么这六度啊，是成佛之道那么虽然说六度，其实啊，这六度总归纳起来啊，都是指布施啊。布施里面有分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啊。那么你看，这个六度里面的后面五度，持戒、忍辱，这是无畏布施啊！你能够持戒，人家就不会担心啊。比如说他的财物啊，不会呀、担心被你拿走，因为你知道啊，你是个持戒人啊。你能忍辱啊，别人得罪你了，
也不会害怕你报复他。啊，所以持戒忍辱啊，是无畏布施啊，令人呐、没有忧虑、畏惧啊。那么精进、禅定、般若，这是法布施啊。啊，所以六波罗蜜可以用一个布施啊来总括。那么布施功德这个大小不一样啊，那么就需要啊进行比较，进行衡量啊。如果不懂得如何布施，可能你做得很辛苦啊，很努力，但是所得的功德并不大啊。那么会布施的人啊，他们哪怕是啊一点一滴的布施，都有无量功德啊。所以这个如何布施，这不得不啊认真的去学习啊。那么布施功德啊，如果要较量的话啊，可以从啊两个方面呢、来比较一个呢是从福田上啊来进行比较这个福田包括呢恩田悲田、敬田恩田是指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要回报像父母，这就是恩田我们能够孝养父母这就是无量功德那么悲田是对苦难的众生看到众生很可怜、很悲惨那我们呢发心呢，发起慈悲心来帮助他们、救济他们，这就是种悲田还有是种敬田这是专门指恭敬三宝恭敬圣贤人也能得无量的福德。那么在福德福田上面来比较，当然你所种的这个福田不同，你所得的功德也就不一样这福田是指你布施的对象在科注里面青莲大师为我们举了一些例子说明他说过去有人呢以一朵花来布施供养佛塔就这么一种布施，他得到91劫的人天福报91劫享乐那么还有余报余福呢竟然也能让他得到阿罗汉果那所以真正这个种福田在三宝里面种得大果报。那么又说如果布施100个辟支佛辟支佛是二圣的二乘的圣人他比阿罗汉呢地位还要高。那么如果布施100位辟支佛这个所得的福报比不上布施一尊如来布施一尊佛功德大那么这个我们也能理解
啊，因为如来是三界特尊呐，啊，天上天下，啊，这是最高智慧福德圆满的，所以布施供养佛的功德是最殊胜的。那么这是在福田上来较量，我们能够啊好理解啊。那么为什么福田不同啊？你布施的这个功德就不一样了啊。其实说到底呀，主要的原因不是在福田，是在你的心呢。因为你见到佛啊，你那种恭敬心呢很圆满啊。你要布施佛跟布施普通人那个用心决定不一样啊。你对佛那种100%的恭敬虔诚啊，这样来布施，所以令你有啊这么大的福报啊。所以啊，真正的大福是从心啊，并不是在乎田呐 啊。那个福田是什么？其实不是关键，关键是你的用心啊。如果你能布施啊，一个普通众生都能用对待佛供养的那种心，那么你得的这个福德啊功德也如同布施供养佛的功德了啊。那么青莲大师在科注上也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世尊当年的一个弟子啊，舍利弗，这是智慧第一的大弟子啊。那么他有一天呢，将一钵饭呢啊供养世尊啊。那么世尊接受以后，就把这钵饭呢转供养给狗啊，给一只狗吃。那然后呢，佛就问舍利弗了啊，他说：“你今天供养我这一钵饭呢，所得的福，跟我把你这一钵饭呢转供养一只狗所得的福，哪个大呢？啊，你说说哪个大？”那么舍利弗是智慧第一啊，他能明了啊，所以他跟佛报告说，是佛把这个饭供养狗所得的福啊更大啊。你看这个例子啊，给我们很深的启示啊。舍利弗用这钵饭呢供养的是佛啊。那佛供养的是狗啊，供养的东西是一样的，同样这一钵饭呢，一个是供佛，一个是供狗啊。没想到供狗的功德竟然还要大，为什么？因为舍利弗和佛的是这个用心呢不同啊。释迦牟尼佛供养狗，那是圆满的慈悲心啊，真正啊圆满的恭敬心，把众生啊视为自己一体呀 啊，真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是用这个心的啊，狗的身就是我的身呢。跟这个一切众生都是同体呀，啊，
那么狗它本来也是佛呀，佛眼睛里看那个狗也是佛，看一切众生啊都是佛，所以佛也是在供养佛啊，他这个用心确实比舍利佛供养佛的时候的用心呢、啊、更清净、更平等、更慈悲啊，更恭敬。因此啊，这佛供养狗所得的功德，比舍利佛供养佛的功德还要大啊。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真正重福啊，在心不在事啊，在心不在田呐、啊，那个福田是什么啊，并不是最关键，关键是你真正能够啊，懂得用心啊，用心要清净、平等、慈悲。像佛啊，他了知四相本空啊，清林大师告诉我们，布施的大要在于了四相之圆空，打三轮之本际，体裁技法，无住生心，是布施啊第一门啊。这意思是说啊，在布施的时候要了达啊，我人众生寿者，这四相啊是空寂的啊，是因缘所生，因此没有自性啊，本来是空。所以布施的时候，不着我在布施的相，也不着布施给谁的这个相，也不着用什么东西布施，这叫三轮体空，那么这样子布施，布施财就是布施法，做到了。无住生心，无住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生心是真正做到，生慈悲心，生清净平等正觉的心，所以布施努力的去做，但是呢，毫不分别执着。这是布施的第一义门啊，这是大要。佛懂得这么布施，因此他得的功德无量无边因为他的心量啊是无量无边的如果着相，这就这心量就小了所以心量小，所得的功德就小所以呀，布施意思就是放下呀，就是让你舍啊，舍什么呢？舍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这些东西通通都放下不是让我们呢世上放下。世上还是要去布施，还是要去帮助一切众生，但是心上啊，不能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叫真的舍所以这个舍财里面有内财、外财。布施内财就是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这些精力、脑力智慧
来为众生服务啊，这是内财布施啊。外财布施是拿自己的财物啊，这内财布施啊，比外财布施呢更殊胜啊。内财布施是真正啊来做啊，来当义工啊。那么法布施啊，这财布施得财富啊，法布施呢得聪明智慧啊，无畏布施啊得的是健康长寿啊。那么这些福报都是我们所希求啊。你要知道啊，如何去修因。那么修因得了福报了，不能够啊执着这个福报啊，一执着，那你的这个果报啊就到此为止了啊，不能再增加了啊。这个舍了之后得啊，要把得的也要舍啊，不断的舍就不断的得。不断的得呢，也不断的舍，啊，舍得干干净净啊，啊，那么你最后呢，就能够入啊，啊，诸佛菩萨的境界了，啊，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他也是行大布施啊。让一切法界众生有缘的啊，愿意来往生极乐世界的啊，通通来到这里啊，在这里成就啊。而阿弥陀佛自己决定不会呀、啊、执着极乐世界啊，他这是全部为众生的，不是为自己受用的。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佛啊，那么他建立华藏世界啊，让十方修学大乘的人都能够来华藏世界呀、得到啊种种受用啊，来修行啊，那么他自己也没有享受啊。啊，毗卢遮那佛也不是为自己享受的，这些都是为我们呐、做最好的榜样。啊，真正啊学习佛菩萨，没有丝毫的私心，啊，全心全意呀、为众生服务，为人民服务。啊，不论你是干哪一个行业的，啊。你都用这种布施的心态啊，供养的心态来服务于社会啊，服务于人群啊，那你的果报就越来越殊胜了。那么这是本品的品题呀、为我们显明的啊意义。那么这一品经文呢、非常重要啊，那我们来认真的学习。好，先来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乘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白佛言：啊，先看到这里。尔时，这里所讲的就是啊，地藏菩萨在上一品经文里面为我们说明啊念佛的功德利益之后啊，那么地藏菩萨这时候啊乘佛威神从座而起，他要向佛请教了。
那么这里呢，地藏菩萨是的，用他的身教来为我们示现，要谦虚，要恭敬。你看，成佛为什么？这是承蒙世尊呐、威神加持所以呀、才能够从这个座位上起来，向佛世尊请教问题那么实际上，地藏菩萨他自己早已证得如来果位了。他的学生成佛的都不计其数那么这里他还是说要成佛，为什么？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地藏菩萨他发愿了，度尽众生自己才示现成佛那么众生还没有度尽，所以他还要保留在等觉菩萨的位置上那么做等觉菩萨对佛来讲还是学生所以在这个刀立天宫这个地藏大讲堂上面这个法会就是个大讲堂那么在这讲堂里面呢，学生向老师请教问题，就要站起来，恭恭敬敬的请教。这是懂得自己的本分，懂得谦虚恭敬，把这个傲慢的烦恼折服掉。我们这个六道凡夫与生俱来就带有六种根本烦恼所谓贪嗔痴慢疑恶见，这六种烦恼不用人教的生来就懂的，这叫根本烦恼这个慢就是傲慢所以要降服我们的傲慢心，就要处处呢谦虚恭敬地藏菩萨在这里就为我们示现那么白佛言就是向佛报告那么他是跪着的右膝跪在地上合掌报告你看这样的一种形态确实恭敬到极处所以谦卑是大德易经上都这么讲满遭损谦受益这古人是这么讲的易经上呢，这个一切的卦64卦里头除了一个卦以外，其他卦都是有吉有凶的爻唯有谦卦是六爻皆吉所以可见的谦虚是天地间推崇第一德那么地藏菩萨在这里呢跟佛报告说我们来看经文世尊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苦有十生受苦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
那么地藏菩萨跟世尊呐、啊，请问，说我观业道众生，那么这个业道就是指六道啊，六道的众生啊，都造业。啊，造善业的啊，得善报；造恶业的得恶报。啊，那么这些众生，他们如果是布施，啊，就会得福报。啊，那么较量布施，就布施的这个福报啊，如果来比较比较，啊。看到是有轻有重，啊，有的布施，哎，他得福啊很少，啊，但另外人的布施呢，啊，他们布施的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呢，得的福啊很多，啊，轻重啊不一样，啊，那么看到布施的果报呢，有一生受福的。那么有十生受福的，有百千生啊受大福利的，嗯，那么这是确实啊，我们很多人也会有这种疑问的，啊，看到不同的人做同样的布施，为什么他们所得的这个福利这么不一样？啊，像百生受福的中国就有这么一个例子，嗯，我们的至圣先师啊，孔子啊，他一生从事圣贤教育啊，啊，恢复古圣先贤的教化。那么在他晚年回到自己的家乡，专门呢、啊、进行教学，教学了五年啊，这是专门教学。那么他的这个福利啊，我们看到确实啊，后代啊，生世世代代啊，都享他老人家的福报。啊，孔子他的第七十七代的嫡孙啊，孔德成先生啊，在美国啊，这个访问的时候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啊，大家都知道他是孔子的后人，所以啊，格外的恭敬啊。啊，这都是他享老祖宗的福啊！啊啊，那么孔子第八十代嫡孙，这在去年元旦啊，也在台湾出生啊，这社会新闻呐、啊、都做了报道啊，你看看这个孔子第八十代孙。都受到世人的恭敬，这是啊孔子德行的感召啊。那么跟孔子差不多同一时代的印度的圣人呢、啊，啊，释迦牟尼佛、啊，我们的本师，那么他一生从事啊圣贤教育，讲经说法。49年呢、啊，啊，办班教学300余会呀、啊，啊，度生无量啊。那么到今天，你看，已经啊，按西方人的算法，2550多年了，啊，51年。那么按中国人的算法呢？已经超过3000年了，但是啊，世间人
对释迦牟尼佛的仰慕啊，那种恭敬啊，真的啊，看到几千年了都没有改变，所以呀，这都是啊，他们修大福利呀，得的果报啊。那么我们想要了解啊，如何布施修福才能得大福利呢？啊，那地藏菩萨在这里啊，也是代我们请问啊，世事云何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唯愿世尊呐、啊，为我说之啊，请世尊慈悲。为我们呢、啊，来说明，啊，说明如何布施啊，才能得大福利，啊。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吾今欲刀立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汝当谛听，吾为汝说。啊，那么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呢，啊，就向地藏菩萨啊说明，啊，说我现在啊，就在这刀立天宫啊这个大讲堂里面呢，对一切众会，啊，这一切众会呀，是。参加这次讲堂里的啊听课的大众，那是无量无边啊，上至诸佛如来，一切菩萨摩诃萨，下至啊啊六道众生、天龙八部啊、十法界众生啊，通通都来齐了啊。那么佛在这里面呢、啊，说阎浮提布施，啊，较量功德轻重。阎浮提就是我们地球上的人，啊，我们所修的布施，啊，得的功德不一样，啊，那到底是怎么个修法，才能够啊？如理如法，才能够得到大功德。啊，这我们要认真的学习。啊，所以汝当谛听啊，吾为汝说。这个谛听就是认真听，专心听。啊，你们要认真听啊。啊，那么佛说啊，我为你们。这个说明，那么佛叮嘱我们呢、啊，要认真听啊，所以下面的开示啊就非常重要啊。那我们来看呢，啊，首先地藏菩萨啊，这个跟佛啊这个说啊，我们来看经文，地藏白佛言。我一世世愿乐欲闻。佛告地藏菩萨：南阎浮提有诸果王、宰辅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若遇最下贫穷，乃至笼残阴哑、笼持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那么地藏菩萨这里呀、啊，跟佛报告说：“我一世世愿要啊，愿乐欲闻啊，这个乐古音是读要啊。”这地藏菩萨说：“啊，我对这个事情啊有疑惑啊，实际上啊，这是他在表演
啊，他哪会有什么疑惑？啊，是我们众生啊有疑惑呀，啊，所以他是代佛啊，代众生啊，祈请世尊呐，来说法。那么愿要欲闻，愿就是愿意，啊，这个要就是乐啊，快乐，啊，非常欢喜接受，啊，欲呢就是很渴望啊，来闻法，啊，这是真正啊学习的心态，啊，那么希望啊世尊为我们说明啊真相。那么佛就告诉地藏菩萨，啊，南阎浮提有诸国王、宰辅大臣。这南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地球上如果有啊一个国家的国王，啊，宰辅大臣，这是呢这个辅佐国王的这些大臣。啊，宰相啊，啊，这个尚书啊，古时候叫尚书，现在叫部长。啊，国王呢，就是现在的国家的领袖，啊，总统啊，主席啊这一类。啊，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这些都是啊，有社会地位、有名望的，啊，这个受世人尊敬的。这些人呢，那么他们若遇最下贫穷，那么在这里，佛虽然是列举国王大臣啊，这个师府啊，这是布施所修的府，那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呢。都适用的啊，所以我们要这个直下承当啊，听佛说法就是佛对我们说的，教导我们如何修福的那怎么修福呢？当我们遇到最下贫穷啊，这贫穷是没有家财。最下是下贱呢，到了极处，没有地位啊，乃至聋残喑哑，这个聋就是我们说驼背啊，残就是残废，喑哑就是口不能说话的啊，哑巴啊，聋就是聋子。耳朵听不到，啊，痴呢，就是愚痴的，啊，痴呆的，啊，患痴呆症的，啊，这个弱智的，无目呢，就是，瞎眼睛了，啊，这都是啊，悲惨到极处的人。那么，如是种种啊，不完具足啊，就是那些残废的啊，种种啊，就是包括啊这种不同的状况啊，不完具就是他有身体的欠缺那么这些贫穷下贱、诸根不具的人。固然是啊，前世啊修不善业啊所得的福报啊的这个果报那我们要对他们呢生怜悯心科注上这个列举了一些得到这种果报的因，那是因为
前世啊，如果有财富啊，不肯布施啊，或者是布施以后啊后悔啊，这个后悔不应该布施，甚至还要啊向别人啊要回来啊，这个贪吝之心呢、啊、很重。那么来世啊就感了最下贫穷这个果报啊。那么如果是前世啊见到来乞讨的人啊，或者是来求助的啊，那我们呢不肯帮助啊，甚至呢面带啊这个恶色啊，厌恶他们啊，甚至还要啊开口骂他们啊，造这个恶口啊，还甚至用鞭子抽他们啊，打他们啊，把他们赶走啊，见到别人施舍给他们呢，我们呢竟然也会劝别人不要施舍，造这些种种的恶业，就会得啊笼残阴牙，笼吃无目啊，种种的恶报啊。所以呀、啊、什么样的情况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啊。经上告诉我们呢 啊欲知前世因呢、啊、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啊。啊，你想知道你前生造过什么因，就看你现在受的这个果报，你就晓得了。啊，你想知道你将来会有什么果报啊？看看现在造作的是什么。啊，总不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么当我们看到了这些，啊。受恶报的人应该用什么心态呢？啊，应该怎么帮助他呢？啊，我们来看下面经文。是大果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未遇，是果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那么是大果王等啊，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啊，这些果王、宰辅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啊，那也包括我们自己呀、啊。啊，欲布施时，就是要布施给这些啊贫欠啊痛苦的众生啊。那么若能啊啊具大慈悲啊，这个下心含笑。那么这里呀、啊、教导我们怎么存心啊，虽然身为啊这些高贵的啊这个地位也很高啊家里很富有的啊这种阶层，那是知道过去啊曾经修过善因，所以才感得这样的福报啊啊，那我们要更要修福，才能使我们的福报啊啊生生世世啊享不尽的 啊。如果我们啊这个不肯修福，看到那些下贱贫穷的啊和残废的人士，不能生慈悲心，不能够啊去帮助他们啊，施舍救助他们，
那我们呢，下一生也会像他们那样啊。啊，福报这一生就享尽了，来生就没有福了。啊，所以呀、啊，我们要懂得巨大慈悲呀、啊。啊，这个慈悲，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啊，众生跟我们呐、啊，都是一样啊。啊，所以对待他们呐、啊。如同对待自己呀，我跟他们是一体的，这叫大慈悲啊，叫同体呀，大悲呀，啊，用平等心啊，用这种清净心、真诚心啊，这个恭敬心来去啊布施，心里面呢不要。有任何的分别执着啊，用这样的一种慈悲心啊，就是爱心来去布施啊，布施的时候啊还要下心含笑啊，这下心就是用谦下的心啊，不要啊因为自己身为尊贵呀、啊而瞧不起他们，啊，有这种高下、傲慢的心，这就没有功德了，啊，所以呀、啊，以那种平等心，啊，谦卑的那种心态，啊，来对待他们，毫没有傲慢，啊，那么含笑，这就是谦卑礼敬的这个态度啊。表现出来了，啊，所谓诚于中啊，而行于外，啊，那么非常欢喜的来布施，啊，亲手便布施，啊，布施的时候啊，要亲自来做，啊，这个亲手来做呀，表示很亲切呀，啊，那么如果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亲自做布施啊，这个布施是里面普遍的布施啊，就是平等的布施。那么没办法自己亲自布施的时候，就委派人来代为布施啊。那么软言未喻，这是要和颜悦色。布施的时候，一边布施，还一边呢安慰，啊，这些接受布施的人，啊，那么让他们呢，心里啊得到舒畅，啊，其实人的痛苦啊，物质上的痛苦，并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心灵上的痛苦，啊，所以我们能够啊，用柔软。啊，言辞来安慰他们，啊，让他们呐、啊、得到啊真正的那种亲情，啊，这真正让他们呐、啊、离苦得乐，啊，那么这里软言未喻还有一个意思，啊，就是如果是请人代为布施的话，也要啊嘱咐这些代施的人。啊，要好好的啊，谦卑恭敬的来布施，啊，不可生啊傲慢心。那么，如果这样子来布施，他得的果报啊就不可思议了，是果王等呢所获福利呀、啊，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啊，所以他所。获得的这种福利就如同啊供养百条恒河沙数的诸佛啊，这供养一尊佛就不得了了，更何况供养百恒河沙数的诸佛啊，
那么如此布施跟供诸佛的功德相当啊。为什么呢？这因为呀，这位布施的人真正能够用大慈悲心啊，平等心、恭敬心来布施，这就是佛心的 所以是这个种福田，这个心呢是关键啊。这底下经文说：“何以故？原是果王等，欲是最贫贱辈，即不玩具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啊，常得七宝具足，何况啊，衣食受用。”那么这里就说啊，为什么能得这么大的福利呢？因为呀，原是就因为呀，这些果王等啊，这布施的人，对最贫贱的啊，这个残疾的人，他能够发大慈心啊，大慈心就是佛心了啊，用佛心来布施，得的果报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今天上半场的时间呢到了，我们呢先休息五分钟啊，等一下我们接下来继续学习这一段。好，谢谢大家。尊敬的各位大德，各位菩萨，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较量布施功德圆品第十。我们刚才呢 这一段呢意思还没有讲完啊，我们呢再把这一段呢这个经文呢念一念。何以故？原是果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即不玩具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那么这就是讲能够以谦敬慈悲心来布施那些贫穷下贱残疾的人呐，他能够得如此大的福利。那么这里最关键的就是他们能够发大慈心啊。那么这个慈心就是慈悲啊，佛家讲慈悲呀，有四种啊。第一种呢叫爱缘慈悲啊，就是你爱的，这是世间人一般的啊凡夫的慈悲心啊。那么自己爱的人呢，就对他慈悲啊，像自己的儿女啊，对他就很慈悲。但是呢，不是自己所爱的啊，别人家的儿女啊就不爱了。所以这种慈悲呀，这心量很小啊。那么第二种慈悲是众生缘慈悲啊，就是这是世间人呢说的比较伟大的啊，即圣贤。人人君子他们的慈悲
啊，他们是啊，以众生啊，这个帮助众生为己任啊，真正爱国家、爱人民啊，爱自己的民族，甚至呢，心量更大的爱整个地球上的众生啊。那么这个爱心呢，就广阔的多了。这叫众生缘呐、啊，慈悲啊。那么第三种慈悲是法缘慈悲，那这种慈悲心呢、啊，比众生缘慈悲又提升了啊，是菩萨的慈悲了啊。菩萨觉悟，他明了一切众生啊，都是自己过去的父母，都是未来的诸佛，所以对他们的慈悲如同是孝敬自己的父母，如同供养诸佛如来，这叫法缘慈悲呀、啊！那么他们的心真诚啊，不只是把众生当成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当成这个心里面还有一点分别，啊，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他们确实是啊，自己过去父母，确实是未来诸佛，啊，那么这样来修孝敬，修供养。那么第四种慈悲叫无缘慈悲，啊，这个无缘就是没有条件的，啊，这没有条件的慈悲呀，才是真慈悲，啊，他这里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看众生跟我一体呀，啊，跟自己是一个自己。所以对众生慈悲就是对自己慈悲，对自己慈悲有什么条件可讲呢？啊，自然而然的嘛。所以佛法里面讲法尔如是啊，这就是讲自然而然的，本来就是要这样的，这叫无缘慈悲啊。那么这就是佛的慈悲啊，所以大慈大悲呀、啊。啊，我们要学习用佛的这种大慈悲心对待这些苦难的众生。啊，是故福利啊，有如此报啊。啊，所以你布施，同样的布施，用心不同，你得的福利就不同了。啊，你要是用心量很小。啊，这个来布施啊，那么你得的福利啊，那就小了啊。如果你真能够用啊大慈悲心啊，看这些贫贱人啊，这些残疾人如同是自己啊，这样来对他们恭敬爱护，那你的这个果报啊。就不可思议了啊。果报是什么呢？百千生中啊，常得七宝具足啊，啊，你这种布施如同布施供养诸佛如来啊，所以你得的不是一生二生啊，是百千生啊，啊，生生世世啊，能常得七宝具足啊，啊，你能得大富大贵，啊，你的受用，啊，极其的美好啊，啊，何况衣食受用呢？啊，那既然七宝都具足了，啊，生活必须的衣食，自然呐、啊，就非常啊美好啊，
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真正布施所得的福利，就看你用心会用心的修一点点福，这个布施就得无量的福报。那么这是刚才讲的修种悲田的这个果报。那下来呢这一段呢是讲这个种敬田布施供养塔寺圣像所得的福报。好，来看经文。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遇佛塔寺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自营办，供养布施。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这个若未来世有这个未来世，就指我们现前的世间呢。所以我们看佛的经典呢，都要想到，就是我们指的现在当下。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那么这还是这些大富长者，有名望，有富贵的人，这是能布施的人。遇佛塔寺或佛形象，这个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那么这些塔寺圣像就是敬天三宝那我们要以恭敬心、真诚心来供养，那所得的这个福报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这里讲供自营办，就是亲自来布施来做种种的供具来进行供养那么说到供养这个道场佛寺塔寺是道场那塔就是供养佛舍利的地方寺呢是古时候推行佛陀教育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要供养塔为什么要建寺，为什么要供养圣像，我们要了解这个意义对这个意义我们明了了，我们去布施才能够真正得到利益那么谈到建塔这个塔呢，供养佛的舍利，祖师的舍利，那么是告诉我们不忘佛祖的恩德，懂得知恩报恩所以要把这个教育的意义跟大家说明白，教导社会大众知恩报恩。为什么要建寺呢？寺院是推行佛陀教育的场所佛陀教育让人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所以这种教育我们要大力的推动所以建寺的功德就在于兴办教育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佛法是有很多啊，这个寺院呢，啊，寺院里面也很庄严呢、啊。但是，这道场里面有没有道呢？啊，这来供养、来顶礼膜拜的人，懂不懂得佛陀的教育呢？他有没有真正啊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呢？啊，如果没有，就是有场没有道啊。啊，那古人讲的“有庙无道，不能兴教”。啊，我们希望把佛法啊兴旺起来。啊，希望啊，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关键的是什么呢？要办教育。而办教育呢，最重要的是培养人才，啊，培养师资，啊，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啊，他这个讲经里面呢、啊、多次提到，啊，鼓励大家呀，现在呢不要搞寺院道场，啊，不要搞那种古代的宫殿式的建筑了。要办什么呢？办教育学院，办书院，培养啊圣贤教育的师资。这真的叫做供养布施塔寺了。啊，那么在这个书院里面，啊，这个来学习的啊学子们，首先呢、啊、要扎好啊三个根。儒释道三家的根，就是啊，落实《弟子规》，啊，落实《感应篇》，落实《十善业道经》，真正啊，百分之百做到。啊，那么再提升，要做到啊，沙弥律义。啊，沙弥律义是出家人啊，这个所受的最初、最基本的戒律。那么师父上人说，在家人也可以修啊。那么他的基本精神呢是五戒啊，把这个四个根呢、啊、都扎好，这是奠定啊圣贤的根基啊。然后呢，十年里面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用十年的时间呢、啊，啊，在一部经上面下功夫，可自己选择一部经，啊，儒释道三家的典籍，啊，你自己可以根据爱好，啊，选择自己喜欢的，啊，比如说你选择啊儒家的《论语》，啊，就在《论语》上面下十年的功夫，啊。那我喜欢佛教的啊《华严经》，那就在《华严经》上面下十年功夫啊。他是师父说希望有十个这么样的一个学生团体啊，那么在一起啊参学，每一天呢大家讨论啊，这个互相报告学习心得啊，那个每人呢可以报告半个小时。我可以把我的今天《论语》的心得跟大家讲，啊，他可以把《华严经》的这个心得啊跟大家讲。那么自己呢，博取别人的众长，啊，那么加深自己的，啊，对本门的学习和深入，啊，自己做自己这一门的专家，啊，又是呢通家。那么十个人就这样讨论，同时用卫星啊网路把这个学习的这个讲堂啊，大家的内容啊，这些课程传遍全世界，让世界上有缘的同学一起来学习啊，这样子培养啊圣贤师资，十年下来真的每个人可以成为大师了。
啊，他能真能做到啊，学《论语》的他做到真的像孔子一样啊，当代的孔子了啊，学《道德经》的他成为当代的老子啊，学《华严经》的他成为当代的华严菩萨啊，学《无量寿经》的成为当代的阿弥陀佛啊。所以这样子的书院培养人才是振兴啊佛教的啊当务之急。所以啊，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做，就是等于建塔寺啊。那你修的福确实如同经上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啊，实质不能只讲究形式啊！啊，那么塑造佛菩萨的形象啊，这些佛菩萨、辟支佛这些圣像，有两个意义啊，一个呢是返本报时啊，这是佛菩萨对我们有大恩大德啊。啊，我们要知恩报恩，常常供养佛菩萨的形象，这是呢缅怀啊佛菩萨的这是恩德啊，就跟中国人呢供养祖宗牌位、缅怀祖先的意义是一样的。那么第二个意义呢，见贤思齐啊。看到佛菩萨形象，马上啊，要想到我要向他学习，我要做到啊，要对佛菩萨的教诲呀、啊、依教奉行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些教育的内涵呢、啊，跟社会大众啊讲清楚啊。那么你的这些啊。塔寺啊，所供养的布施的佛菩萨形象啊，真的你就有功德啊。那么功德有多大呢？啊，这个后面经文说道：是果王等当得三劫为地势身，所啊受圣妙乐。是果王等就是能布施的这些人啊，他们呢当得三劫啊，这三劫是指三个小劫啊，这个福报啊就很大了啊。三劫里面呢当地势啊，啊地势就是刀立天主啊，中国人所说的玉皇大帝啊。那么在天上啊，享受啊圣妙之乐啊。那么这是讲到啊，如果我们这样子修布施供养啊，为的是自己得福报啊，这心量啊是小的啊，只为自己。那么虽然是为自己呀、啊，但是呢，你能得到的果报啊，就很不可思议啊。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心量扩大啊，那么你所得的福报啊，就随着你心量的扩大而扩大了啊。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经文：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是大果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啊。这个布施的事你做的是一样的啊，但是啊，你如果心量扩大了，你布施所得的福利呀、啊，
也就扩大了。所以经文这里啊，劝导我们呢，要把这个布施福利呀、回向法界。回向法界就不是为自己了。为自己你所得的福小啊。你回向的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啊都能够离苦得乐。你这个福利啊，跟一切众生共享啊，那么你自己所得的果报啊也就更大了啊。所以是果王等啊，就是能布施的这些人呐、于十劫中啊常为大梵天王啊，就不是三小劫了，是十个劫了啊。那么他得的也不是啊刀立天王，得到的是更高啊大梵天王。大梵天王不是欲界的啊，刀立天宫啊我们都知道是在欲界天里面啊，是欲界第二层天啊，欲界有六层天。那么大梵天呢，就是超越了欲界了，在色界天啊，所以呀、能够在色界天上面呢、享这个福利呀、比刀立天要好得多啊。那都是因为呀、你的心量扩大了，所以你布施的福利呀、就扩大了啊。那么我们再继续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啊，下面讲的是啊修补金相所得到的福报。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果王至婆罗门等，欲仙佛塔庙，或至金相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那么这是讲啊在未来世啊，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世间啊，这些果王乃至婆罗门等啊，还是讲这些能布施的人，欲仙佛塔庙或至金像啊，这是毁坏破落了啊。那么仙佛塔庙呢，这是指这个过去的啊，这个已经有很长历史的佛塔啊，佛庙，他们不是新建的啊，这是古来呀、就有的啊，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啊和文化背景。那么科注上面呢说到啊，这些塔庙啊，如果你能够去修复啊，就有啊三个很重要的意义啊。第一个呢，它表人圣啊，这是因为啊过去的这些啊寺院丛林道场都有啊修行人在这里成就的啊。那么如果能够啊把他们修复啊，也是啊等于是让来这里修学啊，来这里参访的人能升起啊啊见贤思齐的念头啊。像我们到啊去过这个庐山啊，这个东林寺，这是过去啊慧远大师的古道场啊，他带领着念佛人呢、在那里修行啊，通通啊都念佛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到达那里呢，确实能够啊啊瞻仰啊这个古道场那种啊遗迹啊，思考啊
啊，怀念呐、啊，古大德的这种遗风啊，那么确实啊，是很有啊摄受力啊，这新的道场就没有啊这么殊胜。那么第二个意思啊，这个意义啊，就是令他信啊，因为道场道风啊源远流长啊，这个来参访的时候，我们自然能升起啊信心。那么第三个意义呢，是为报恩啊，这是祖师的道场啊，啊，那我们要把这个古寺院道场呢修复，这也是对祖师的一种啊啊报恩啊，所以呢，恢复这个仙佛塔庙啊，古道场比建新道场的功德要更大啊。那么经像也是这样啊，那么经。如果是那个古时候啊遗留下来的经书啊，还有这些佛像啊，那么都是很有这个历史文物价值的啊。那么接到这些经像啊，就想到呢啊，在历史上啊，他们代代相传呐、啊，啊，所以也自然有一份呐、啊，那种怀古的那种思念，啊，对于祖师啊，古来修行大德的啊那种啊恩情啊，油然而生。所以能够啊见到这些古老的经书。佛像啊，应该把它们呢、啊、好好的修补啊，所以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啊，这么修补的功德啊是很大的、啊、那么我们要想想，见到古道场啊，古经书古画像我们都要修补，那么佛遗留下来的这个遗教到现在已经衰微到极处了啊，我们有没有发心修补呢啊，有没有说要发心真正啊续佛慧命啊，弘法利生啊，如果是光有道场经书佛像没有人修行了啊，那佛教啊就等于灭了啊，这些经书典籍也只有文物价值了啊，没有人学习了啊，所以我们看的这些经文呢、啊、就要联想到啊，我们身处今天呢 啊这个所谓啊，科技文明发达的时代，但是人的精神、人的心理啊，确实啊，都是痛苦啊。啊，为什么会有痛苦呢？因为呀、啊，没有圣教，所以要啊发心啊，修补圣教，恢复圣教。让圣教发扬光大啊，古德所说的不忍啊众生苦啊，不忍圣教衰啊，那么这是啊真正啊修补的意义啊，那么如果能这么做啊，经文上讲功德不可思议，是果王等或自营办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施结缘，是果王等百千生中
常为转轮王生，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生。那么能布施的这些国王等人啊，就是他有这些能力的啊，能够啊帮助修补塔寺经像啊，那么现在来说就是恢复圣贤教育的，或自营办啊，就是自己有能力最好自己做啊。那么自己如果能力呢不足，那么可以劝导啊别人一起来随喜啊参与啊，乃至百千人啊，这是希望啊啊劝百人千人啊都这么做啊。那么自己固然要做啊，如果百人千人每个人都做啊，那佛法就容易兴旺了啊。现在做的人太少了啊，建道场的很多啊，但是谈到要办教育的很少啊。所以啊我们这里啊要劝啊他人乃至百千人啊共同来布施结缘啊，一起来做啊，啊恢复教育，培养圣贤教育的人才啊。这个结缘呢，就是指修复啊，跟大家结法缘啊。那么是果王等啊，那么这些能布施的人呢啊，百千生中啊常为转轮往生啊。你看他的福报，百千生里头啊都做转轮圣王啊。这个转轮圣王啊，经上讲福报非常大啊，他是在人寿命啊84000岁的时候出生，所以他的寿命啊就很长啊。他统辖着啊这四天下啊。那么这个转轮圣王啊，我们没有看到啊，因为他所用的这个飞行工具啊是一个轮啊。但是我们呢常常会见到啊这个飞碟啊，我们有时候听说不明飞行物啊，发现了空中有飞碟了啊，一下子又不见了，就可能呢是不是转轮王啊，或者是他派的使者乘着他的飞行工具，就是个像轮一样的飞碟啊，来我们地球上来视察啊。那么他是人道里面的福报最大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看我们地球上啊，有些所谓政治领袖啊啊，那些超级大国的领袖啊，就好比是我们地球上的转轮王一样啊。那个他的福报啊很大啊。那么啊，如是他人同布施者，那么跟着这些国王等啊一起来布施啊，他们不是啊最初发起的，但是呢有人发起啊，他们就跟着来随喜啊，跟着来参与，一同来布施啊，那得的福报啊也很大啊。这个虽然呢没有啊带头布施的人的福报大，但是他也是啊百千生中呢常为小国王生啊。那么这小国王当然福报不如转轮王啊，这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啊，大概是转轮王的一些诸侯国啊，像中国古代所说的藩王啊。那么他们呢向转轮王啊进贡啊，那么但是自己啊也有很大的福报
啊。所以看到啊，真正的福啊，还都是从啊佛法里面修来的啊。不管是啊，我们看到现在啊，政治上的领袖也好啊，或者是各行各业啊那些领袖啊领导人物啊，像工商业的巨子啊，大富贵的，他们的福报都是过去生中啊在佛门里面修的啊。如果不在佛门里面修，绝对呀、啊、很难有这么殊胜的果报啊。那么这个经上啊引用啊这个《法华经玄义》的注解啊，来说明啊转轮王过去曾经啊修行的这个七种善法，因此能够得啊转轮王的啊这种果报啊。那么这个七种法呢，第一是啊施贫法啊，帮助啊贫乏贫贱的人啊。第二呢，敬明孝养啊，孝养父母亲，而且能够啊用孝心对待啊百姓啊。第三呢，是四时八节以济四海啊，这是济天地鬼神啊，按时祭祀啊，啊，这是对天地鬼神的恭敬。第四呢，实修忍辱啊，他能够啊修忍辱啊。第五，除贪。第六，除嗔。第七，除痴啊，把贪嗔痴三毒烦恼啊，他能去除啊。然后能够啊啊沐浴斋戒啊，发誓啊要这个服务于啊这个众生，因此啊就能够得转轮圣王的这个来世啊这种果报啊，招感了这个七宝具足。好，那么下面经文说，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果王乃及诸人尽称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那么这里讲的啊，布施供养的这个功德啊，不要只为自己啊，要在塔庙前发回向心啊，回向啊法界一切众生啊，愿意把自己的福利呀、啊、与大家共享啊，这个心量啊就脱开了啊。虽然呢、啊、世上我没办法啊服务啊十方法界众生，但是在心上啊我们要有啊啊，我们一有机会就自然呢、啊能够啊服务这些十方众生啊，所以这个心量啊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啊。如是果王呢乃及诸人呢尽称佛道啊，能够这样的发回向心，他就能成佛道啊啊。所以如果只布施啊，你修福，但是你不回向啊，不能够啊真正啊把自己的这个福德功德回向啊一切众生，那你不能够得佛啊成佛道这么个果报啊，你只能得人天呐、啊、福报啊。所以呀、啊、这个回向心就是佛心啊，念念想到啊一切众生啊，与众生啊是一体的啊，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啊，那决定成佛道。啊，那么这个果报啊，啊，无量无边。啊，这个在啊，我们一般来说没办法去思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是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的啊，所以你的果报随着心量的扩大也变得无量无边。好，那么下面一段呢，世尊就为我们啊介绍了啊布施啊老病产妇啊所得的福报。我们来看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有诸果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不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那么这讲未来世中啊，这正是我们现前啊，有国王及婆罗门等啊。那么这是讲啊，能布施的人啊，他们有这种啊能力啊，见到呢啊老病生产妇女啊，老就是老人，病就是病人啊，以及产妇。那么他能够 一念间呢具大慈心啊，用他的大慈悲心呢来布施啊，布施什么呢？医药饮食卧具啊，这是他必须的啊。那么现在啊，说生产妇女啊，古时候确实生产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那么现在呢，由于啊医学的啊发达了啊，所以呢这个生产呢有这个啊专门医院呢来这个啊进行，所以啊安全的多了啊。那么病人老人啊，特别是啊老年患病者，这些人呢确实很可怜啊。那么在现前的社会啊，因为呢没有这个，现在缺乏圣贤教育啊，缺乏了孝道的教育，所以儿女啊很多现在不能养父母了啊，把父母呢推到了社会啊，老人去啊老人院啊，就享受这些社会福利啊。那么发达的国家嘛，它的这个福利条件比较好一点，但是呢一般的国家啊，发展中国家老人呢命运呢就很凄凉了啊。那么即使是像美国啊，像这些发达国家里面的老人待遇啊，老人院确实物质条件不错啊，但是呢精神生活也很匮乏啊，所以老人家在这个老人院里面啊，没有人跟他们讲话啊，这个服务人员对他们是机械性的服务啊，缺乏爱心啊，他没有啊亲情的温暖，一天天呐、啊，真的叫坐吃等死啊！啊，我们看到了，也是觉得非常的可怜啊。所以，如何让这些老人啊得到安乐啊？那么，这是啊一个现前重要的问题。啊，也是各国都在关切的问题，啊，随着
这个年龄的老化这个青年负担的加重，所以如何来让老人家享受幸福的晚年？那么这个问题确实让各国各有志之士忧虑那我们的师父上人他其实一直在提倡照顾老人那么在最近呢，大力的提倡老人乐园的构思希望有能力的这些所谓国王大臣、大长者、大婆罗门就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能力的人来做那么在老人乐园，师父上人说要建成了5星级酒店的形式那么老人家每个人一个房间每天呢都有人呢来打扫照顾就是住酒店一样那么自己住得很舒适，吃饭呢有自助餐厅有这些这个活动的设施这个里外的环境也布置得很优雅那么常常老人家呢可以参加一些精神的生活这方面的活动，比如说信佛教的，他们呢可以在这个酒店里面参加一些听经文法可以上课老人家也要学习这样让他们的精神生活能够得以那个提升那不同的宗教都可以住在一起那可以分开的活动比如说在一个大讲堂里面可以轮流使用今天基督教的讲道明天听佛法后天可以伊斯兰教那么也可以不同宗教呢常常进行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联谊活动促进大家的精神生活的这种丰富多彩那么这里最关键的是服务人员呢要接受弟子规的教育，真正落实弟子规要对老人家行孝道做老人的孝子慈孙那这一定要用教育让他们呢真正有这种理念，对老人如同对自己的父母让老人家享受亲情的温暖那么老人院旁边也可以建一个医院建一个托儿所这医院呢是能保证及时的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让老人家安心的那托儿所呢老人家自己的这些孙儿孙女可以来上学每天呢都看到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孙女孙儿忘掉了这种老人的忧虑那么经常老人和孩子们一起活动，大家联谊很开心真的是使令安乐那么这里的特色就是一定要从酒店的从上到下落实弟子规那么这个老人院不要以老人院这个名称可以用什么呢某某山庄某某别墅不要用老人的字样让住在里面的人呢也懂得这个享受而不是呢有这种老人的这种压力觉得自己老了所以如果能够切实把这个老人乐园的构思落实那真正是按《地藏经》里这么做
啊，对这些老人家真是布施，真的是使令安乐啊。那么这里呀、啊，就是要具大慈心的人来去做的啊。好，那么下面请看经文：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这个如是福利最不思议啊！那为什么能得这么不思议的福利呢？因为呀、啊，他能够啊，用大慈悲心呐、啊、来布施心里面呐、啊、念念都想着为这些苦难的人呐、啊、服务长存布施的心愿就是意念上啊善，口里常常能够啊安慰人啊，劝导人共同来行布施这是口善那不仅心口善，而且身体真正啊在做布施的事业利益啊众生利益社会，所以呀、啊，身口意都是这样布施这个有内财布施，有外财布施所以他得到的是不可思议的福利这不思议还是因为来源于他的大慈心大慈心是成佛根本那么他得到的果报啊，一百劫中啊，常为净居天主他在一百劫里头啊，都做净居天的天主净居天是色界四禅以外的最高处的这个天那是二圣啊，圣者所居住的地方所谓呀 它有五层天，有这个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那么色究竟天地位也最高它是做那里的天主你看看这个福报有多大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即使是这个禅天的福报享完了还有余福在二百劫里头做六欲天主六欲天是欲界的六层天所谓四王天、刀立天虚阎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那么这个劫都是讲小劫二百小劫做六欲天主那么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那么因为他是能够用大慈心来修复布施大慈心就与佛心相应所以毕竟成佛他一定成佛只要遇到殊胜的因缘他在这里这个天上也能够成佛怎么成佛呢只要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永不堕恶道所以他不会再堕恶道到了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
啊，乃至百千生中啊，而不闻苦声啊，啊，生生世世，啊，耳朵都听不到苦的声音，啊，更何况去受呢？啊，当然不会受苦，啊，所以到了极乐世界就是这样的，啊，真的耳不闻苦声，啊，看不到啊苦的这种形象，听不到苦的声音，啊，当然他不会受苦，啊，不会堕落三途，啊，这是这个一定啊成佛，啊，那么这里就是讲啊。啊，不识老病产妇的福报，啊，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啊，我们学习到此地，啊，有讲的不妥的地方啊，请各位大德多多的批评指正，好，谢谢大家。